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魔术飞哥。我相信呢，大家呢如何去随时随地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表演魔术呢？注意仔细看，手上什么都没有，就像空气拿在手中呢，轻摩擦下呢就会凝固，凝固成粉末，粉末再凝固呢就会变成你想要变的东西。比如呢，我脑海当中想了硬币啊，硬币，我要变出一枚硬币，仔细看，空气在这边，瞬间呢，直接从手里拿出了一枚硬币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拿出了一枚硬币，非常非常帅气这个魔术。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魔术的教学时刻。硬币为什么拿在手里能够直接从空中变出来呢？原理非常非常简单。我把一枚硬币呢这样拿住的时候呢，其实在这个角度上，因为人眼啊视觉方面的话，其实完全挡住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再用我们的手指呢把这个硬币呢这样啊拿起来，往前一推，就感觉呢从空中抓出了一枚硬币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魔术，希望大家喜欢哦，记得关注魔术飞哥。